完的夜到最后，有谁还在乎留下什么？言不由衷的承诺，我已经听太多。茫茫人海有平凡脸孔，虽然渺小也有光荣。明天有你，我们一起走。想把爱一封信带给你，好想把温暖的歌传出去。不管是否有人用心听，我们自己要珍惜。若是贪婪自私才灰心，幸福就在手中，不必哭泣。生命本来就是一体，我们合演这场戏。还给我纯真的眼眸，还给我灿烂的笑容，还给我不灭的灯火。我不要如此的贫穷，我要像飞鸟般自由，我要像彩虹般温柔，我要像大海般宽阔，请期待明天的我。哥哥，拜托你照顾我嘛，让我选择一个最简单的方式结束，让我永远相信。梅啊，阿梅啊，你心肝开遐尼哦，你若安尼做，你不是等于毁掉两个人了？我甲林默两个人不是气了了？我老爸老母已经拢无伫遐呢，全世界即摆相亲的，就是你甲恁老母两个人呢。你无替你家己想看卖，你嘛替我甲林默两个人想一想。有些人个大汉，我是安怎给你疼惜，安怎给你保护？你竟然安尼，你搞两个放弃哦！哥，怎样？这会还要不要开呀、啊？主管月报都快变成季报了，这段期间公司发生了太多事情了。对对对，听说董事会对我们最近的业绩有很大的意见。嗯，听说了。看来业务经理丁浩良有先见之明，先撬口是对的。你不知道怎么？安静一点！人都到齐了吗？到齐了。把开会的资料整理一下，我去请总经理。这女人啊，你们她是谁？接班人呢？淑芳姐，公司所有主管都要等你开会，你怎么还没有准备好呢？这个白小玲也真是的，说请假就请假，叫她把让你看了会难过的东西收起来，连这点小事也办不好。这会可不可以延后开？我还没调整过来呢。不行啊，已经演好多次了，现在公司里啊好多闲话，你一定要出面解决才行。我恐怕不行，最近整个人都觉得散散的，没办法想事情，注意力思考力都差好多。淑芳姐，你别怕，有我在啊。嗯，对，嗯，你上次那个让人放松情绪的药，我想我先吃一颗，可能比较好一点。好，我去帮你拿。来，药来了。你这么依赖这个药，会不会不太好？我觉得这药蛮好的，你有效的。
好，小心小心。我们开会吧。待会如果你支持不住的话，给我一个暗示，我听主持会议。谢谢你，小倩。各位对于我刚才宣布的人事异动有任何的意见吗？好，那我再说一遍，从今天开始，丁浩良业务经理的职缺由我于小倩来代替。任何要送给沈总的公文，全部都要先拿过来给我过目，听清楚没有？听清楚没有？听清楚了。很好，我们散会。芷芳姐，芷芳姐，会开完了，有没有什么事？没事，我都替你处理好了，你可以回家休息啦。辛苦你了，哪里的话，我应该做的。来，还没休息啊？我休不休息，要配合你啊。嗯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这是我办公室，人家看得不太好。怕什么？外面的人都走光了。浩良呢？走了吗？他可是为了你赴汤蹈火，去填一块土地去了。小倩啊，我的事情你好像知道太多了。我郑重警告你啊，凡事做事呢，最好要有分寸。不该你来的地方呢，就不要来；不该你说的话，最好不要说。我以为有些事情你不想让别人知道，所以私底下来找你。既然我这么不受欢迎的话，那好啊，我把话讲完我就走。我怀孕了，怀了你的孩子。怀孕了？老套，换点别的花样。不信？那好啊，你陪我到医院去做产前检查。是跟我说你平常都是吃避孕药的吗？意外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子。意外？嗯，医院就给我拿掉。怎么这么狠心啊？你没有听说过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吗？你想绝后啊？那是我的事情。真的怀孕，就给我拿掉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因为我不想节外生枝，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，我不想因为你制造更多的麻烦。我告诉你。孩子在我肚子里，要留不留由我来决定。你给我站住！我说的话你听不懂是不是？于小倩，我告诉你，跟我作对，倒霉的是你。你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的吗？白巧玲、梁光磊，你把他们抓起来打一打，出出气就算了。现在一个半死不活，一个是生是死都还不知道，你们想到后果，到最后倒霉的人会是谁，我都还不知道。是吗？你不要忘了，你也脱不了关系的。是吗？嗯。出来哦，阿梅啊，哥，阿梅，你是怎样了？你不舒服哟？没什么。到这里了。我也不知道，只觉得头有点晕而已。头晕哦？阿都没有发烧嘞？啊，我看你是睡觉睡太多了。
你若睡觉睡太多吼，你就会头昏昏、脑顿顿啦。不行啦，你安尼睡觉睡太多会生病啦，一定要找事情来做啊。我不要，我不想再回之前的公司上班。无啦，我唔是讲叫你回去公司上班啦，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出车啊。要若无吼，跟以前一样嘛，你去摆摊子去卖东西嘛。福弟吼，你不要整天待在家里啊，我会不放心呢。哥啊，我都这么大的人了。还有什么好不放心的、啊？你哥都这么大个人，都不会自己照顾你自己啦。那不是上次我跟康去找到你哦，看你是变哪才好。你不要再提了，行不行啊？没啊。好啦，阿爷不提了，哦，卖提了哈、哦。来啦，这里啦。来啦来啦，阿爷帮你买那个汤呢。新鲜的鱼汤呢，哎，阿兄记得你从小哈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嘛，最新鲜的鱼汤啦，哦，很香呢。弟弟，快吃吧。没啊，你想好啦？你是当时去出坏肚子哦？没有，等一下我要去出车呢。你若出来吼，你把那个鱼汤好好喝完呢。天哪，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怀孕了，平常哈、哦，你多注意饮食以及睡眠方面。嗯，另外要定期来做检查。我会的，谢谢。
知聚散不由我。我要像彩虹般温柔，我要像大海般宽阔，请期待明天的我。董事长，你找我？嗯。那个滨海度假别墅的土地取得了，你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嗯，有点困难。那个怪老头啊，真是怪得离谱啊，软硬不吃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会努力的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很好，我这个人呢就喜欢做事肯拼又能够摆平问题的人。你放心，这个案子如果能够进展的顺利的话，我一定会替你打工。谢谢董事长。另外一件事情呢，我想请你替我做，因为我想来想去呢，这个事情除你之外呢，没有人比你更合适。那董事长，你尽管吩咐吧。于小倩她怀了我的孩子，而这个孩子呢，我不能要。你帮我搞定于小倩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这。他干嘛不找别人，偏来找我呢？该不是发现了什么风吹草动，故意试探我吧？怎么，有困难吗？于小倩恐怕不太容易对付吧？所以我才找你啊。我知道你以前跟小倩在采队是同事，以你对她的了解，一定可以想出办法让她就范的。那。我就尽力吧。很好，不过这个事情呢一定要处理得干净利落，不可以留有任何的后遗症，有问题自己负责。是。安王伯，又是你，你还不死心啊？干嘛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呢？我相信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你又想变什么花样？自从上一次我回去之后，我左思右想，终于想到答案。这都要怪我，怪我没有把事情想得太周全了。不过这次来，我可是带了好消息哦，保证你听了一定满意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送我金屋银屋，我都不吃你这一套，你滚吧！哎呦，您这老先生真是神机妙算，我就是来请你搬家的。房子我已经找好了，就在这附近。你想要钓鱼，你想要做什么，都非常的方便。怎么样？哼，你方便我不方便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好狗不挡路，滚开！哎，我好心好意的，你怎么骂人啊？你再啰嗦，我打人了、啊！我走，我走，死到临头了还不知好歹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您老先生好好保重了。天意给我老人家好去不？我告诉你，再啰嗦的话，你把我惹毛了，我就把你剁成酱，扔到海里喂鱼去。你醒了，我是谁？不知道我是谁，那你是谁？是谁都想不起来了。哦，我头好痛啊！好，真的好痛。看到一对黑影子，
竟是男的女的，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，好像在吵架，他们在打架。有个人倒下去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好了好了，你别动了，一身都是伤，快躺下来啊，养伤要紧。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他身上的伤疤，不管是位置、大小，都跟天顺一模一样。他会是天顺吗？长相变了，可是天顺离开我的时候也不过是三岁啊。天顺，你告诉我，天顺，我是老爸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没问题了，吃了我药，保证你肚子里的孩子马上流掉了。喂。你好吗？我的意思是今天都没有看到你，你在忙什么呢？啊，我没有事，我只是出去走走了。巧玲，听你的声音好像怪怪的。我没有啊，康大哥，我想你太敏感了吧。怎么了？你哪里不舒服？巧玲，巧玲，太好听了吧？人家还想再听嘛 ？No way, promise is promise。乖，go to bed。拜托，不行不行，猪猪，你再拖下去，妈咪没有办法回家了啦！拜托拜托，睡觉，对宝宝。哎，猪猪，你就住在这里，爸爸一定很高兴你留下来。我现在又不是你爸爸的太太，你们还可以再结一次婚呢、啊，我还可以拉新娘子的尾巴。哎。猪猪，你真是越说越不像话了，睡觉。哎呀，小胖猪，睡觉啦，睡觉啦，乖乖乖。拜托你不要走好不好？那好吧，我去跟你爸爸打个商量。奇怪，才一会儿功夫就没有人接电话。爸爸，我要你陪我。你要爸爸怎么陪你？我要你睡这边，妈妈睡这边。妈妈，快点来，我们三个就可以睡一张床。你的床那么小，我们三个人怎么挤在一块？哎呦，你别听他胡说了。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就是要你们陪我。猪猪，现在时候不早了，不许你胡闹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就依他吧，你看精神这么好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我们陪你。爸爸万岁！我最喜欢爸爸了。哦，乖，最会撒娇了。还有妈妈，马屁精。爸爸，你不要让妈妈回去好不好？放心，你就把这里当作是自己家吧。猪猪需要你。那你呢？你需不需要我？喂，阿辉啊，这么晚了，巧玲，她不是在你家吗？我现在在出差呗。打电话回去哦，都没有人接呢，你帮我过去看看好不好？我这你在这什么这啦？你呀，最近心情都不好嘞，你不会担心哟？好啦，我没有零钱了啦，哦，就这样说，你给我。巧玲怎么了？他最近心神不宁，我有点担心他。那你还待这儿干什么？赶快去啊！可是祖祖呢？祖祖我会照顾吧，你不用担心。哎，康壮，如果有任何事情我帮得上忙的话，尽管告诉我 ，OK？ 谢谢你。
到前面，前面。为你梦最多，为你痛最多，才知聚散不由我。我要像彩虹般温柔，我要像大海般宽阔，请期待明天的我。现在病人的身体很虚弱，最重要就是静养，有什么状况马上通知护理站。他到底怎么了？病人还好，送医急救的早，否则造成血崩，后果就不堪设想。血崩？他用了不适合他体质的流产方式，造成大量出血。他流产了？你不知道他有怀孕吗？不能死，你人生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呢。我不想见任何人，我不要人家笑我，你让我死了算了。你为什么想要死呢？你还有这么多美好的未来，你还这么年轻，你要好好的珍惜啊。我真的一点都不好。是个好女孩。你听我说，不管你遭遇什么，你还是纯洁的白巧玲，就像我第一次遇到你一样，永远都不变的。知道发生什么事？我知道。当你大哥第一次通知我到医院，当他告诉我他遇到你在滨海公路的模样，到后来我看到你一些反常动作，我大致上都已经知道。康大哥，你不在意吗？我不在意。你真的不在意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我不要你同情，我不要你可怜我。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乔莲，你听我说。如果我现在说这些话，你都还不能相信的话，那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也许我不行。值得让你们托付终身的男人，我曾经痛苦的挣扎，我把自己陷在传统跟道德的框框里，但是到了最后，感情还是战胜了理智，我才知道我对你感情有多么的深。
我决定不听天由命，我要向你表白。你不想知道我究竟发生什么事？我只想好好的爱你，好好的疼你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没有事。没有事你会这样子吗？我从来没有看过你这样子，好像受了什么打击似的。真的没有什么事。康壮，我觉得虽然我们不再是夫妻了，可是至少我们是朋友啊。你有什么话不能对我说呢？说出来会好过一点呢、啊。康广奇，你怎么还跟以前一样叨叨呢？我刚说过了，没有事，我自己会处理的。哎，你嫌我唠叨，我是关心你哎。你如果能够处理的话，你会现在这个样子吗？康庄，我知道你一直想当一个强者，可是一个再坚强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。我觉得，如果你把心里的话适时的说出来，也许你会觉得好过一点，也许我可以帮忙啊。哎，怎么样嘛？到底怎么回事嘛？说啊，说出来啊。真的没有事，王琦，谢谢你。要像彩虹般温柔，我要像大海般宽阔，请期待明天的我。教练，我给我自己一个新的开始，希望你跟我并肩齐步，我们从起跑点开始我们新的旅程。不要再来找我。为什么？你给我的压力好大，我承受不了。假使我给你不快乐，那不是我爱你的本意。是我反省，可能是我错，错在我表达的不是时候。你是错，你错在不应该把感情放在我身上，你错在不应该把我给救了，留给我这么多的痛苦。你错在你一出现，
我就无法面对。佳丽，你不要难过，不要哭了。如果你要我走，我马上离开。如果我走会让你好过一点的话，我马上走。发生什么事情了、啊，梅啊？康庄又来鬼啊！他对你做出什么事情了、啊？他妈妈看好了，我要去找这个现实的母强呀！我要问清楚，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还要抛弃你？我去修理他。过了我给他扁一顿哦，他会忘记哦，你还有我这么一个保护你的哥哥存在了。哥，我不爱他，是我要赶他走的。梅啊，你的睁眼说瞎话嘞！你的我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哪是不爱他，你哪这么伤心难过嘞？梅啊。你若放弃康庄，那是你的损失呢。你要对你自己有信心呐、啊。我再也不敢对爱情有任何梦想。我是个梦想没有资格的人，我还能对康庄要求什么？我知道我今生是。除了接受这样的命运，我还能怎么样？梅儿，可怜的梅儿，case 的卓先生一早就到事务所等您开会，他等了一个上午，已经走了。这么重要的会议我怎么忘掉呢？康总，这个案子对我们事务所非常重要，关系到我们是不是可以开拓东部的业务。我知道，最近房地产很不景气，我知道这个案子的重要性。他人呢？他回去了，回台东了。他是这么说的，我看他有点不耐烦，所以也不敢多问。康总，东台湾的风景人人皆知，温泉别墅更抢手。据我所知，好像已经有好几家建设公司在动这方面的脑筋。万一有所忽视的话，对我们打击将会非常的大。希望康总这次能够留住台东的计划，否则我们下一年度的日子就难过了。我知道，我也该做个取舍。
各位不要担心，我会解决。王启吗？我是康中，我临时有事要到台东去一趟，组织可麻烦了。谢谢。猪猪，洗完澡了没？洗好了。洗好澡就不可以再玩水了，不然会感冒的。猪猪啊，床上的运动服穿好了吗？如果衣服穿好的话，那妈咪就要去请小公主出来吃饭了。宝贝，小宝贝，可不可以出去吃饭了？猪猪，怎么这么烫？老天，你不要吓妈咪，你不要吓妈咪，猪猪。猪猪，我们到医院来看陈医生，医生救命啊！救命！我女儿有病，我求求你看看她，我求求你，猪猪，医生，我求求你，我女儿的命还要重要，你一定要救救她，我求求你。我求求你我可是警告过你，我全身上下都可以摸，就这里不能碰。我肚子里的孩子啊，可是值好几亿呢。哼，你笑什么？说，你在笑什么啊？你凭什么说你的肚子值好几亿啊？我验过血了，是个男孩子。正邦他没有儿子。以后他的财产不给我儿子都不行，说不定他还不只是好几亿呢。你确定是高正邦的种？当然。好啊，换成是你的种的话，你告诉我他值多少钱？值多少钱啊？好了好了，不要打了。早知道啊，就不要把怀孕的事告诉你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我看啊，你是鬼迷了心窍，将来怎么死啦都不知道。说这话什么意思？高正邦有答应你把孩子给留下来吗？他不答应也不行，我要他非答应不可。你以为你是沈淑芳啊？我老实告诉你好了，高正邦要我逼你把孩子给拿掉，要是不从的话，就来硬的。哇，好了，谢谢董事长。只要这个门一关呢，我就当你是自己。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总算付你所托，不然我怎么敢坐在这儿呢？好，那么说是好消息了。是，有一件是好消息，不过一件是坏消息。OK， 那就先听坏消息。那个怪老头，我想尽的办法还是不为所动。我想这件事情是急不得的，有道是物极必反。反？他拿什么反？一个没钱没势的糟老头，他能有什么能耐？话不能这么说啊。人家是光脚的，不怕我们穿鞋子的。气死我！这个案子开发，我从买地、整地，我花了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天不开工，我损失多少利息，你知道吗？放良，你给我仔细的听着，这件事情我不管用什么方法、什么手段，一定要达到目的，但是不可以伤到公司的形象。这个我懂。好消息呢？于小倩已经把那个小孩子拿掉了，我想董事长您的心头之患已经除了。哦，呵呵呵，
很好。那他没有说什么吧？他当然是不愿意了，不过我一再的小雨大意，最后还是用彩蝶服装公司来说服他。这个跟彩蝶公司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他说，如果这件事情他做得漂亮的话，董事长一定会记住他这个人情的，将来一定会补偿他。他一到我收到这里，他立刻提拔了彩蝶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这个事情呢，你处理得非常的好，你帮我转告给小倩。如果淑芳累了，她不想做，我一定第一个优先考虑让她当接班人。嗯，是。美姐姐，请你稍等一下。嗯，猪猪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又生病了。又生病了？谁带你来的？猪猪，你呀，药没吃完就大出来，你跑来打屁股了？来。嗯。妈咪，好苦啊！苦也要吃啊，要听医生的话，病才会好啊。我答应你，你吃完了药就带你回家。嗯。请问你贵姓？我姓白。妈咪，她是查理阿姨，她是爸爸的朋友，也是我的朋友。缘分过了，让他走，好过朝思暮想想不透。陪你笑，陪你忧，陪你醉，陪你疯，原来。深爱过，曾经痴心过，谁知聚散不由我。有话不能说，有泪不能流，我的心事你不懂。为你梦最多，为你痛最多，才知聚散不由我。放心就怕人生越过越寂寞。曾经深爱过，曾经痴心过，谁知聚散不由我。有话不能说，